咁多位，今天是12月29日星期四的早上，恒生指数昨日升百零点，今天跌翻百零点，低开163点，21591点开出的。咁啊，咁嘅情况之下咧，我见到昨日嘅反弹咧，最主要咧170几点里头咧，80几90点咧都系嚟自只建行939，佢升咗半成啊。咁嘅情况就见到咧，南下资金咧的而且确系几多。咁啊，过往咧一日嘅即系在假期前嘅一日咧，净流入香港嘅即系南下资金咧就30亿，昨日就48亿嘅。咁所以咧，不排除建行因而受惠啦。咁啊，不过建行咧今早咧都要即系做翻低开，跟翻住个 ADR 嘅情况。咁啊，依家咧低开1.5%。嗱，我自己睇法咧，建行过去两日弹8%咧。就並不能夠帶起工行、中行呢一類型嘅同業嘅，咁所以咧，似乎升幅咧都相當之唔廣泛咯。繼續預期咧，恆生指數喺年底前咧應該係21,700附近咧就做連結，繼續係冇行情，低成交之下咧，投資者應該繼續審慎。